尊敬的诸位同修，诸位护法，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在借这个佛二的因缘，再来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讲讲话啊，非常难得，在博斯晋中学会能够举办精进佛二。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佛告诉我们，在经文里面呢，佛怎么说呢？其有众生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则是具足无上的功德。这一段经文是讲内容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一切众生，无论你有意无意能够闻到这一句名号，或者你能够欢喜心来接受，或者用你的真诚心来称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哪怕是你念一句，那这个人的功德有多大呢？你所获得的功德利益啊，有多大呢？佛告诉我们，则是具足无上的功德。就是说，你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能够接受，欢喜的接受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而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而无上的功德，就是说明没有比这个功德更大了，没有比这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更圆满，通通全部都具足了。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啊，为我们告诉我们念佛之人，你能够接受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你就获得无量无边，而这个功德都是最圆满的。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你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善根，你的福德非常的深厚，在这个一切善里面，无论你做哪一件善事，还不如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所以过去清朝初年啊，就是慈影灌顶大师讲得很清楚，一切精忏都消不了业障，唯独这句名号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消除业障。换句话说啊，今天我们要消除业障，什么样的精忏都来不及了，唯独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消除你的业障。因为这句名号的功德确实真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慈引灌顶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他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做了一个注解，就是他做的。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你要相信，确实真的，就如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为什么没有一尊佛都不劝导我们念佛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功德太大，
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人说啊，你不用念佛了啊，你也不用发愿，也不用学佛，也不要到将来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今天能够把这个世间的一座云山，一座金山，把世间所有的一切的财宝，金银财宝，然后告诉你，让你能够享受荣华富贵，你能不能心能够动摇吗？如果今天你明白这个道理，你的心那个坚定，你不是不会被动摇的。为什么？都是假的嘛，都是带不走的。再加上我们很清楚，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世间的这些金银财宝，特别是黄金呢，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文钱都没有价值的。为什么？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在弥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黄金为地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地的路是以黄金来铺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无论怎么样的诱惑，你对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深信从来不会动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的信心啊，无论哪一个人告诉你修这个法门好，修那个法门好，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样的法门来诱惑我们，你心里面从来不会动摇的，因为你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所以很多人像前几天啊，有一位居士，他刚刚学佛啊，而且家庭也非常过得很好，儿女也孝顺，夫妻两个啊过得很和睦。但是他呢有一个忧虑，就是一个东西让他不踏实。什么事情呢？因为他明白这个世间有多美好，但是啊，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苦。所以总有一天人会有爱别离苦啊，因为爱别离苦，所以建立了欢、恐惧、害怕。那问我师父啊，要修哪一个法门？要修哪一法？我们的家亲眷属能够生生世世永恒在一起呢？你想一想，前几天哦，如果你想要你的家亲眷属永恒生生世世能够在一起的话，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不可能的。只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真的永远永恒生生世世都是在一起的。不然的话，永远将来受命到的各走各路的，随着自己的业力去脱胎去轮回，将来遇到了又不认识了。所以唯独在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帮助我们生生世世永远在一起的。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在这个世上说实在的，放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不放下你不行啊，总有一天你还是要舍得啊，因为有生必有死的嘛，哪一件事能够带得走？没有一件事能够带得走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能够聪明一点，对这个世上的事实的真相，那我们在这个世上不要做一些干那些傻事。什么叫做傻事？放不下的就是傻事。因为总有一天你也带不走啊，什么样的事你都带不走的，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得走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要聪明一点，做人要聪明啊，不要每天干那些傻事啊，这个是我的，那一个是我的啊，这个是我的，这个也是我的，到最后呢，没有一样东西都是你的，都是带不走的啊。所以非常难得哦，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理，没有别的，就是能不能把这个世界上的种种的事物能够看淡一点，不要过于执着，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也带不走啊。能够好好老实念佛，有一栋房子啊，能够住一个温暖啊，能够吃一个饭啊，对于一切万物能够看开就看开啊，能够看破就看破，无论什么样的事情能够放得下，那是最好的。老老实实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比什么更重要。所以过去有人问了我们师父上人，过去哦，在这个世界上啊，哪一些人啊，在这个世上啊，是第一大福报的？哪一些人啊，你能够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你能够将来得生彼国而发愿求生净土，这个人在这个世上是第一大福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福报了。为什么？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有了，了生死，而且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环境都非常好，我们也不用忧虑有病苦，我们也不用害怕有劳苦，我们也不用痛苦有死苦之别，什么都没有，寿命又无量寿，每一天也不用上班哦。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你看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每一天都是去十方诸佛国土去观光旅游，去参访诸佛如来，而且每一天能够到这个世间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世间环境变成怎么个样子。每一天也没必要今天要煮什么菜，今天我们要煮什么饭，今天我们要买什么菜，今天我们要洗什么衣服，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不用的，没必要。每一天都是听经闻法享福，过得非常的快乐，过得非常的自在。像这样的环境，如果你明白对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一生不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不是很可惜啊？所以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净土，就如同好像有一个寄托，有一个依靠，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然后我们以这个方向，以这个目标，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用功，一起来精进，将来总有一天会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在哪里？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要把这个放在第一个，其他的就是随缘就好了。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人一衰老，你看人一老了，什么病就来了，那有病必有苦啊，很麻烦了。像师父昨天看到有一个居士，他的母亲啊，临终的时候那种呼吸很难，就如同那个鱼啊缺水一样啊，缺氧气啊，很痛苦啊，在那边熬啊，每天在那边熬哦。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大家一定要知道，人一衰老什么病都来了哦。所以总有一天又离开这个世界，真的很麻烦。所以今天大家能够老实老老实实念念这句阿弥陀佛，一切随缘，
那比什么更重要，比什么更好。该上班的上班，该赚钱的赚钱，哦，该睡觉的睡觉，该吃饭的吃饭，对世间一切随缘。最主要的，总有一天我的方向，我的目标，我必须要达到我的方向，我的目标，那你这一生就不白来了。你会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在一起，跟十方一切诸佛罗如来在一起，跟诸佛菩萨在一起，多么美好，而且真的永远在一起的。所以世界上常常讲团圆团圆，这个世界上哪有真正的圆满的团圆呢？没有的。而且在这个世界上的团圆，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团圆，你看里面有情有感有厌有恨。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团圆，它没有这种事情了，全部都是智慧的，而且都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今天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十方的一切众生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有他的道理的。这个道理就是要我们离苦得乐。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明白这个话呢？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人，有多少人能够了解，真能够了解明白释迦牟尼佛的苦口婆心？很少人。所以没办法，随着自己的业力去搞六道轮回。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德，你想一想，今天如果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眼前有两条路，一个是三善道，一个是三恶道。那你想一想，你这一生累积下来所造的业已经多少了？地藏菩萨本愿经不是讲吗？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都是在造业啊，将来随着自己的业力啊，那就惨了。所以啊，堕在三途容易啊，生在三善道不容易啊，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每一天我们要反省自己，观察自己，来思维，我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是什么？因为世界上一切万物都是无常的，都带不走的。我来到这个世间最主要是什么？我的任务是什么？那个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一点了。所以过去呢，顺便也跟大家最后来分享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位叫做老太婆啊，就是百步馆的老太太啊，这个发生在清朝啊，就是清朝杭州这一带。有一位老人家呀，他生活的家庭非常的不错，儿女孝顺，媳妇也孝顺，但是啊，他悟到一个道理，虽然他家庭不错，儿女孝顺，但是呢，人有生必有死啊。所以因为这一桩事情呢，他到了一个道场，问一位老和尚，这个老和尚叫道元老和尚。他问这个道元老和尚啊，道元老和尚有没有一法修行，能够让我们一生才能够处理生死的苦海？你看哦，人家的过的家庭过得非常好啊，儿女又孝顺，媳妇又听话啊，家庭啊地位啊也非常好。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问道元老和尚有没有一法，有没有修行哪一法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能够了生死而生死的苦海。你看这位老菩萨很有善根哦。那道元老上怎么说呢？他说啊，欲脱离苦，无过于念佛。然念佛不难，难在持久。
而持久不难，难在一心啊。你想要脱离苦海，你想要了生死出三界，除了念佛的法门，其他的非常难。但是念佛难在哪里？你能不能持久啊？很多人念佛念了20、30年，念了一辈子，到最后诶，改变法门了，也不念佛了。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没办法持久。而念佛持久不难，难在哪里？你能不能一心？你看我们念佛，在这个念佛堂里面，你能够一支香里面，你在念佛当中，你的打这个妄念不是乱想，三心两意，妄念的多还是念佛的多？哦，你去自己去思维一下。所以印光大师啊，告诉我们，你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你能够天天能够依这句名号去真的是念，万缘放下去念，那你今天念阿弥陀佛就成功了。所以啊，这位老菩萨呢，听到道元老和尚啊劝导这一句话呢，道元老和尚就告诉他，你回到家里哦，什么样的事情尽量不用去管哦，把你的心放在阿弥陀佛，然后呢把你的心愿在西方极乐世界，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的。这个就是道元老和尚告诉这位老人家。诶，真的老人家很听话，回到家里把所有的事物家务全部托给儿子，给媳妇，给儿女，而且在家里建立一个小念佛堂，在这个念佛堂天天念阿弥陀佛，吃饭的时候去吃饭，该睡觉的时候去睡觉，该念佛的时候就念佛，每一天就是干这样事情。哦，因为他不管事了嘛，像我们老和尚也是这样，三不管，不管事，不管人，不管钱，那多好啊！哦，这个做到这种境界非常好哎，真的啊！你看我们师父上人就哎，那个老和尚就是这样，三不管啊，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什么都不管，每天都是做什么讲经。啊，这位老人家呢，回到家里，告诉他的儿女，告诉他的媳妇，啊，所有的家务哈，我交给你去处理了，啊，财产全部也交给你，然后在家里啊，弄了一个小念佛堂，哎，每天呢、啊、就是这样，哦、啊，休息好了去念佛，累了就去睡觉，每天就这样做的。哎，没想到念了一年哦，一年的时间，这位老人家又回来。来找到这个道元老和尚，他说啊，师父，我什么都放下了，所有的家务我都放下了，但是我唯独放不下的，为什么这个念佛不能达到一心呢？哈、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毛病嘛，为什么我念佛不能达到一心？这个道元老和尚啊，可能有神通，他就告诉这位老人家，为什么你不能达到一心？因为你的心挂念的不是阿弥陀佛，因为你的心挂念的是谁呢？就是你的子孙，你的儿孙，他的孙女、哦、他很挂念他的孙女、哦、所以每天向佛，虽然他有念佛，但是他的心呢、啊，没办法达到一心，因为他的心一边念佛一边挂念他的孙女，他最疼爱的他的孙女啊。所以很多人有这种的障碍，说实在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障碍，哪一个人不爱自己的这个儿孙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啊，道元老和尚就告诉这位老人家，如果你这样念佛的话，啊，一边念佛一边挂念你的自己的儿孙，那当然很难达到这个问题啊，你不能达到一心的。所以你要学习，要对于一切万缘要放下，你要一心一意去念这句阿弥陀佛，你才能够达到一心嘛。
你今天一边念佛，一边想你的孙女，一边念佛想你的自己的儿子，也没办法呀。但是这位老菩萨真的非常有善根啊，他告诉他这老和尚讲一句话：我随人不管余生，但是不能不管余心呐、啊。虽然我没有管事啊，但是我的心还没办法达到这样的。所以啊，他回到家里的时候，真的用功认真念佛。过了一年，又来找到这个道元老和尚，而且不是来问问题哦，是来道别，来道谢。为什么呢？因为这位老人家告诉这个道元老和尚，再过几天啊，阿弥陀佛要来接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过几天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所以这一生我感谢啊道元老和尚为我的劝导，所以这一生我得生净土了。那真的过几天一至十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寿命79岁，将近80岁了。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老太太在这个杭州这一带，所以因为她念佛往生啊，什么都不管，所以大家称呼她是什么呢？啊，百不管的老太婆，所以很兴旺啊，很出名啊，所以到杭州这一带啊，很有名的百不管的老太太，因为这样的事情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今天呢、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百不管的意思就是说，从你的心对一切万物你已经放下了，虽然你在做事，虽然你在上班，虽然你在赚钱或者做任何的事情，你不会被这些一切的万物而来执着来障碍你的。这个就是啊，在故事里面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放下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放下从你的心去放下啊、哦，念佛也是如此，你要从你的心而来改变，从你的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心跟口能够合一，那这个阿弥陀佛就功德不可思议了啊。这个是简单来为大家鼓励啊，这个百不管的老菩萨啊，能够欲至十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别的，就是提醒我们啊，无论你放不下，总有一天你还是要放下，因为全部都带不走的啊。谢谢大家，希望我们好好用功努力来念佛，将来我们能够同生极乐国啊，亲近阿弥陀佛。谢谢大家。阿弥陀佛。